我的梦想，还我的在。梦想，对呢，我好久没去当第一主播了，让我拖一个当赛评嘛，有没有？我当第一主播，拖一个当赛评的，我好像最后一场就是一主播的感觉。因为那一次开始不玩了嘛，没有那一次之后就不知道在干嘛，怎么可能当第一主播？我们怎么在这么角落啊？哇，村庄在旁边啊，看得到摸不到啊，在外面。拿不到食物了，只好剁香菇了。哦，现在还有中心坐标一直显示在那边吗？对啊，对。哎呦，冬天手都冻起来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现在其实哎，你们不太好。对啊。什么？冬天我还在吹电风扇了，冬天来淡水嘛，我请你吃冰。我在高雄，那好啊。我打开看有没有苹果。门关起来就热到不行。这有树苗啊。所以现在是一段时间会缩一小圈吗？对。对。还没有那么快啦，大概80分钟。这么酷！哎、欸，我们附近有没有甘蔗、啊？我看没有，看到一个香菇而已。又不是这里啦。嗯，记得是沙漠，还有一个像沼泽一样的地方。那应该就是沼泽，没有错了啦。树叶不会自己凋零吗？会啊。你要把原木砍光，因为这边原木太多了。对，啊，是跟别的树连在一起。对，嗯。陆续一格一格一直说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跟以前一样缩圈，还是会突然缩圈？一次缩一段吧。慢慢缩，慢慢缩。对，它会有个休息区。嗯。所以算是跟以前不一样就对了。你们有打到苹果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只有5个素描。不要说苹果啊，好像连素描都不给我。打这个素描没用啊！不要打到黑项目哦。我一直都在打苹果树啊。好，看到甘蔗了啊！苹果一颗、啊，拿得到吗？拿得到，拿得到，目前没人。好。哇，有一粒捧果啊！好。我们可以不要得冠军，我们只要当一个挖掘石头最强的人就好。啊！全场石头挖最多的人，当鱼骨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剁鱼。已经挖到肚子了吗？想什么东西咬我？不行啊，打不太到啊！我努力推到后面去。他已经被我打了。你们已经挖下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挖了3颗石头，然后就冒出肚鱼来了。太惨了。所以算了，我放弃那边好了。我被咬掉一个半哎、欸。不用怕、啊，你看他自己的血量啊。啊？看他就血量了。哎、欸，我打到苹果了！恭喜！献祭血量获得、欸。我先讲一下，这甘蔗留给你。谁？你。怎么了？甘蔗在你后面，先留给你。好。我骑到了。好。假这样要牺牲。我想跟你要个甘蔗。好，我去。买一下。那给我一根吧。好。哇、哦，好冷，手动不了。哎、欸，你那样，哎、欸，苹果给你。哈哈哈！哎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嗯。有，我现在2颗苹果了，做一个师傅。哎、欸，纳吉现在在哪边？我在一开始那边，
你下去了吗？还没，我在挖。我怎么都没看到你啊？在一开始那边的旁边的木头那边而已。哎，又一颗苹果。这么会挖苹果？哎，又一颗。我记得这个、是献祭血量换取苹果哎、欸。好像有四颗苹果了。我有一颗。好，我哎、欸，我看到那集了。那只杜鱼不知道去哪里哎、欸。哦，它还在，把它杀掉了。还在，它不是 没人的话，它会跑回去石头里面。但它现在在土地上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树木卡住我，又去半滴。什么？被树木咬了？不是，我刚刚被杜鱼劈到一个小角落，然后后面刚好有一棵树木。哈基死真快啊！你有食谱了吗？有，我十字品都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另类香菇，其实好像也不太需要做食物。对啊。你们在附近有看到牛吗？看到一个黑苹果，外面，哈基身上有掉的苹果，那皮革有吗？哦，来来，皮革啊，讲错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应该可以下去了吧？皮革可以干嘛？做书吗？做书，然后就可以做附魔台。如果我挖到钻石的话。哦，你有没有在他尸体上面插一朵小花表示纪念？凡是你回得来吗？我们还在一开始的地方。可以啊。好。那基因你要去哪里？我看一下这附近，我们在最边角落，哎、欸，那边对啊，我超角落的。哎、欸，是乌贼，鱿鱼。那、啊、我们要从哪里下去呢？不知道，你选个地方啊。还是选在树林里面，它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么角落，谁会过来这里啊？哈基他们啊。好吧，那就这边吧。因为我刚是我直接去找他。哦。我刚，这是我刚挖石头的地方。我突然发现我们要做石膏，在旁边放歌。我永远忘不了当年还没有进鱼谷的时候，我们 那一队挖了一组钻石。可是我刚刚是真的想拿甘蔗给他，想说再挥他一棒，然后丢甘蔗给他跑掉，就挥一下，一棒就这么痛吗？对，暴击，他就死了。你一棒伤害怎么那么高啊？你是拿怎么打他、啊？好啊，哇，那很怪啊。到刚刚的地方，我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出来带你。哦，我看到 ID， 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哦，好，我们在一个神秘的小洞窟里面。没有火把，好黑。对呀、啊。可以烧一下那个吧，木头。那给我一点石头，我做个熔炉。你往后 Q 就行了。应该又吃到了。反正你有泥土可以补吗？有啊，我想打哎、欸。你要出去吗？吃到甜头啦！哎呦，还没分解木头，有了开烧了。高度十一，还行。这么边缘应该是比较不会有问题啊，杜鱼。你 OK 吗？你小心哦。啊，被咬了半滴血。啊，你还 OK 吗？很 OK， 半滴。好，我带着火把下来了。我只剩一根的金 Q 给你，我再上去领木炭。没有问题，有就好。比起一条人命，半格血还好。这是什么呀？折屏吗？折屏也扣了那么多血、嗯，是大家都挖到杜鱼的意思吗？对，我也不知道。
忘了啦，晚上啦。再给你三根。OK。可以在下面插个火把，它就全部掉下来。只是剩几个就挖掉就算了。刚真的太干。你就跟他说没办法，你的防御力太低了，我只是随便。没想到你这么脆弱。假如说叫你一下，哎，甘蔗，然后你就死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感谢超级留言，结果你身上明就有甘蔗啊！哎，挖到碳了，挖到碳了！哎，挖到了，终于有矿车移动声，这应该在读地图吧？对。帮你挖一些，不要碰我肩膀。不要碰我肩膀，好多碳哦。对呀，偷偷吸。我的稿子要爆了，我上去做一下。好，我来接手继续挖。干嘛上来做？直接下去做工作台啊？啊，不对，我自己生产工作台。对啊，我自己生产有工具台。不对，做错，我要做斧头。等等啦，袋子。哇！哎呀，反了输入法。哎，铁。站铁。一二三四，哦，好多哦。旁边有僵尸，附近有洞啊！哎，有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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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有个洞，有个洞。哎呦，拿错石头了。旁边就是一个洞。好，哎，先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先封起来，我们还没有盾牌啊。想说看一下外面。先封啊，至少先做个盾牌啊。有里面在慢慢烧铁，行，做哦，你们做你们的，我挖到，好，挖到了，这个再往下挖啦，就是这个洞。冰量机给你，哎、欸，被我吸到了，野盾牌，咦，里面还有八个铁，看要不要先做装备或铁镐之类的。下面一堆碳，看到一堆碳，哦，哇，他们吃不爆了、啊，嗯。他们工作室、啊、这个拿石头、哦那一洞啊，拿石头的张兵动，他怎么动也不动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你过来啊！哎呦哦哦，第二组哎呦哦，身上好凶哦哦，法师也要死哦，已经被灭团哦，那超凶的哎哦，一个不要碰我肩膀就被灭团了，被碰肩膀了，啊好痛啊！哎，那吉先退，先退，我来正通东西。哦、oh, ，被打了两下。哎、欸，有一个拿石斧的，不对，铁剑。小心！哦，他死了。哦，这里好深哦，下面有苦力怕四角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有橡木材？哎、欸，废矿，废矿，真的是废矿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酷刚，快做盾牌。没有，他刚躲在我背后射我。吸引他，我吸引他了，帮我砍一下。哎呦！哦，还是你要不要下来？这边是废矿。我在烧铁。好。不行，我要小心一点，不然我要上去上。我要被酷狗射死的！哎、欸，他有附魔了！哇！哇！我前面有看到有箱子啊，我想去开，结果没想到我。前后夹击！哇！
那个东西都在背框那条长廊上面，好好好，上去吧。先上去，那边太危险，那边好多蜈蚣啊！哇，挖个碳而已。哎呦，他有附魔啊，我跟他玩啊，好恐怖哦，弄得我都不敢靠近那边。啊，甘蔗嘞？甘蔗应该是掉在那死掉那里。哇！要过去捡，不过我这个在哪里？在那个后面那，你看库工附魔了。